嗨，大家好，我是 Jacks Days。Yo， 各位有在用智慧型手机的观众们，应该都知道，手机里面基本上来讲，应该都会有一个 Google 的浏览器。而 Google 浏览器其实它有一个语音搜寻关键字的功能，应该是这么说吗？应该说它有一个语音功能叫 OK Google。OK Google 就是当你对着 Google 浏览器喊出 OK Google 的时候，它会依照你讲话的内容去帮你搜寻。像是我刚才讲了一长串，他就搜寻了 OK Google， 就是当你对着 Line Google Line 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是 OK Google 的功能，让你可以用语音就搜寻你要的内容。那我今天要来做什么呢？我今天就是要来用 OK Google 来搜寻各个有名的 YouTuber 的名字，看看他们的名字是不是能快速的被 Google 浏览器用语音搜寻到。首先就是找一个蛮有名的。好，我的频道最一开始出现最有名的呢，是一个日本的 YouTuber OK Google。哈基米夏秋，哦，很准确的跑出哈基米社长了呢。好，接下来第二个是一个台湾的 YouTuber OK Google 圣结石，合理。我在想呢，这是不是发音的问题？所以我们再试一次好了。我这一次把神圣的圣发音的清楚一点好了。OK Google 圣结石。还是出现这个肾结石呢？再一次 ，OK Google， 肾结石 ，OK Google， 肾结石，有了，发音的问题，下一个 ，OK Google， 好放，好放，好，行啊，我直接对着念好了 ，OK Google， 好放，有了，对着念就有了，所以其实越靠近手机讲话越清楚，它其实准确率越高，再近一点，好放。有了，下一个 ，OK Google， 小玉，哦，有，行 ，OK Google， 玩 game， 字虽然说错了，但是还行，找得到 ，OK Google， 千赏，哈哈，千赏，是讲不清楚的关系吗 ？OK Google， 千赏，这真的没办法，再试一次好了，千商，发音问题。那个字不能念桑，要念桑。对啊，扶桑花的桑，它应该是桑才对。对 ，OK Google， 千桑。从此以后，我看到它就要叫它千桑了。来，下一个，啾啾啾鞋，啾啾啾鞋。抱歉，我多发了一个啾，不过还是有找到。OK Google， 同其荣二。哦，因为是搜寻中文，我看一下搜寻日文怎么念哈。Kirizaki Age。哦，有。OK Google， Lexi。Lexi 变成日文的历史了，不是，我是说 Lexi。OK Google， Lexi， 干傻小，Lexi， 干，它还是显示日文，落水。Lexi， 我念全部好了。Lexi Tai， 啊，有，要讲全名啊。OK Google，Lexi Tai。变成 sexy time 了，干 ，Lexi Tai。哦，有了，终于对了啊 ！Lexi， 你在看这影片的时候不要黑我，哈哈，我不是故意的。下一个放火 ，Louis， 英雄日常，囧星人，黄大千，人生肥宅尊，超级 Y， 阿弟英文，超立方 ，Fishers， 有，对了，飞宅攻口就可。对了，有全名讲出来，基本上都找得到。年幼骚年，鲁先生，鲁先生是谁？鲁先生还是鲁先生 ？Mr. 鲁先生，鲁先生，看变龙先生了，鲁。先生，三小 ，OK Google， 鲁先生，哦，终于对了，哦，鲁先生找得到你，太好了 ，OK Google， 行雨，啊，抱歉，行雨找不到你，我也帮不上忙，鱼竿，泰扎，罗伊，六探，鸟屎，啊，为什么你们一起出现？卤蛋。这次是 OK Google， 其实
还蛮成功的，基本上就是大多数我找得到，除了一部分找不到之外吧。好，目前找不到好像只有一个而已。影片的最后呢，我要来试一个，不是别的，就是我自己，J克斯。